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些事情。那我们知道今年呢是我们的三菱电机第二年度呢再次邀请一晨来担任我们的品牌代言人了。那我们是不是呢可以请呢一晨跟大家打声招呼之外，来分享一下第二年度来担任我们的品牌代言人的感想？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各位长官来宾贵宾大家好，我是一晨。那很高兴今年是第二年代言三菱电机的家电品牌。其实在去年呢，在这个住在幸福里这样子的一个重点 slogan 里面，我在代言这个产品的这段期间，有更其实本来就很喜欢，是对，然后就是后来更用心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品牌以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因为我觉得三菱科技它本身呢很注重贴心，是，然后很 smart， 然后能够帮助我们更能够享受居家生活，所以尤其它要特别的为消费者着想，是，所以去调查以后呢，哪些产品是消费者他们期待的需要的，他们就去扩充产品线。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细节都呈现出这个品牌的用心。是的，那第二年呢来担任呢三菱电机的品牌代言人，也拍摄了新的广告，这一次是以我们快乐待在家来作为主题。那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拍摄广告的一些发生的趣事或者是想法呢？哇，我那天的景象还在我的脑子里，我好像玩得很高兴。我们看到一些有非常多的变化造型在里面。对对对，那其中就是广告文案里面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就是他引用了 Dr. Samuel Johnson 的话，是一切劳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快乐地待在家。我一听就想，对耶，其实每次工作很累，或者是也许人际关系上啊很多方面上的压力，会想要回到家里好好休息，这种被疗愈的感觉是任何的地方都取代不来的。那你对这个家付出爱跟关怀的方式，你就会拼命的打扫家里。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累，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非常聪明的家电来帮助你，让收拾啦、做菜啦这些好像是例行性的家事，会变得很有趣、很好玩、很享受。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一次今年的主题是快乐待在家。那一晨刚刚在呢我们的广告影片当中还有花絮大家都有看到，以非常多不同的角色呢来呈现。那是不是一晨本身自己也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提案，在我们的快乐待在家方面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呢？其实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家电品牌，它就是会在设计上或者是它的功能上做很多很用心的设计，去贴近消费者的生活。那其实你只要具备这些家具，其实你在家里有非常非常多好玩的部分，让在家也很像出外度假一样的快乐跟放松。是的，哇，今天真的非常高兴一晨特地来到现场跟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分享，我们也再次请个掌声谢谢一晨。我们请